搬道具啦。对呀、啊，看到乌龟跳的那么性感，鱼哥简直在后面按耐不住，又上吊又凿坟的，真的。来，是吧？确实，如果大家想看，我们也可以有尬一会儿。我们先看生柱吧。生柱。好的，那个 ID 是，好长，完美的人陶大王。好的，完美的人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然后还有一个 ID 是牛奶蜜桃味的熊猫雅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的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。我先说，有一个叫蛋蛋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有一个，叫影子的影子，某某某，然后祝你生日快乐，来了吗？生日快乐。好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应该。好的，那我们来选看一下话题吧。他们刚刚聊的是尬舞的吗？哦，舞蹈优势，最近。上来就跳社会摇啊，完了，好，四，好，知道了，听得到，就是这么近，听得到。那个，其实他们四已经跳过了，我们可以结合一个讲嘛，还有一个入团后的事情，什么，谁的拥抱让你感受到温暖？你们怎么知道呢？不是，我们只有握手会啊，没有拥抱会。你们怎么知道这么温暖？哎呀，就那听你们的吧，就随便聊一下。大家呢？要聊拥抱吗？还是聊社会的事情？天跳舞肯定逃不了了，他们喊那么多。跳舞逃不了了。跳舞吧，那就四，然后我们再不想跳的成员再说点对啊，行吧。跑不了了，真是我们这组总跳舞都是舞王，都在这儿呢，是吧？郝婉晴，没错，是吧？老说着，郝婉晴就来了一段嘟嘟 baby， 就婉晴 baby。老跳舞，老跳舞，我的舞蹈你们还没看够呢。哇，跳看不够，没问题，来音乐，这就是要跳社会摇的歌。社会摇，我给你点个歌吧，我特别熟的。给你点个最美情侣，就在一起，让你来你唱啥呢？我以为这版的，我以为你在、这个、是最近那种土嗨视频特别火的歌，是吗？我以为他在跟乌龟定那种情侣，就是那种结婚定的那种入场曲什么的。对，没有。社会摇这首歌我好多年前就听过，然后我第二次社会摇不是一首歌，是一个风格，就很多歌都叫。我以为是一个团体呢，哦、是一个舞种。五种、这样，那你们教我一下吧。你知道为什么叫 S H Y 吗？就社会摇。这是什么歌？怎么这么温馨啊？哎，这不是 DJ 版的。我们这里没有男生，我们不假唱，怎么出来男的声音了？这不是 DJ 版的，怎么这么柔情？这是什么歌啊？就是最美情侣吧。哎，你自己把人家歌引出来，自己不负责。我本来给郝婉晴跳的、啊。你点了啥乱七八糟？郝婉晴，你要负责对这首歌负责。他出来了，给我出来了，你不动。要加速一点，加速一点。我们等一下副歌，看一下副歌。镜头在这儿，很新啊，咱俩。天哪，你居然会跳这个版！来，我要对着跳。好的，好心情真甜，好心情真甜。好慢哦，我们换上一组的歌吧，上一组 DJ 版的。对，有更激烈一点的。对，我们太抒情了，要爆炸了。对，来一起迫切的想要跳这个。对，社会一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好了，社会摇这个领域还没有人能比得过我啊！Yeah.
跑掉了，跑掉了，全都跑，不难为，瞬间跑空。表演起来，使出你的必杀招！我跟你讲，这首歌可火了。什么歌？你看看节奏，怎么跳啊？怎么跳这首？一起跳一段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来这样子，大家一起翻手腕，很棒很棒很棒，哎呦，你就是我们女生的骄傲，对对，你看姓谢的果然不一样，遗传了，占据福利吗？看山顶还有挥手的。我想下来跳了，好嗨哦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对对 ，VIP 说，哎呦还好 ，VIP 今天都是杨慧婷粉丝 VIP， 杨慧婷不跳，杨慧婷粉丝不会跳，杨慧婷粉那个杨慧婷招了招手，你们有想跳的吗？超威超威超威，缪缪说。又说想看他们跳，好了 OK OK， 他们三个别别喊了别喊了，他们三个一定会跳的，对吧？也没有，真的吗？对吧？一脸要装死的样子，肯定不会跳，脸都捂起来了，不认识杨慧婷了。那现在当跳，当他们当场出坑，当场这个场面一度很尴尬，对呀、啊，粉丝比我们还要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特别是我们就是这边战区就非常嗨。你们以后没事叫。交换一下，教教他们，他们有点放不开，对，就是需要一个开导的过程。放不开不行的，在这个台上，哦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嗯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还想跳啊？你们可没法拒绝了，已经。你们太可怕了，你的粉丝。果然是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。首先我他这个舞蹈水平就不是一个等级的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俩差不多半斤八两，他跳的不差呀，你觉得差吗？这边跟这边你平分，对吧？我觉得我第一次看男生滑跪，而且裤子没事的那种，对，太酷了，不行，我们台上不能输。刚刚我们已经跳过几个了，还有没跳呢？来吧，千云。我跳过了呀，跳过了。你跳了啥呀？就是跟袁熙。你在后面挠了挠头发，对吧？不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嗯，我可以在台上做点运动吗？你要做什么运动？对吗？因为怎么说呢？我来这里最社会的一件事就是不服输。哇、哦，你很溜溜哦。啊，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持久。我很欣赏你这一点。啊，对，随便了，还是。等一下，就你们有谁比较腰好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对腰都不好。你要干嘛？你先不，我们对最不好就是腰。最不好就是腰。不挑一个嘛，一定要挑一个出来。袁熙，袁熙，袁熙，我腰真不好。王毅什么？你要干嘛？王毅不行，王毅太弱了，我看不起他。那谢妮呢？没事，你选，主动权在你手上。黄婉晴腰伤了，黄婉晴不行。慢慢太柔弱了，我想刘备心底吧，因为为什么？不就块头跟我差不多，我不能欺负他们呀。嗯，对，来吧，就是你欺负我比你年纪大，来一个一分钟做仰卧起坐，谁做的最多？你又来，你之前跟我比过，你赢了。没有，并没有，没有。知道吗？仰卧起坐对那个颈椎不好，这样对腰也不好。那就俯卧撑吧。哎呀，俯卧撑对手臂也不太好，很容易抽筋啊。
郭倩云，我跟你说，郭倩云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太急着去展现自己。以后你毕业了，这个摇臂就是你的了。你就只能脚动不了，脑袋动不了，只能手在那推推推。不，我只想证明一下自己。总有人说我是个花瓶，什么？这个，我证明一下自己。你是啥？身材好还不开心啊？不，我可胖了，我要证明一下我是钢铁这个的。那你先来，你先来吧，你先来吧。为了突出你，我跟你一起来。不，牺牲一下我的颈椎啊，没关系的，来你来来。你不来吧，躺下吧，来吧。那你们，那你对腰好吗？你实在不行也没事。我，那你对着好，这样。对这边，对这边。下。哎，我干嘛？啥？哎呦，俯卧撑，仰卧撑。哎，你们别，就是保护好自己。刘佩欣夹得太紧了。怎么遮裙子呀？好，你怎么感觉怪怪的这种？因为这郭倩云的计谋。你们要不躺下睡觉吧？好，就30秒吧。预备，三二一，走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六个，七八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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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十，可以。十，十二，还有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。18、19，哇，超快！哇，50个了，现实开始了，好，快点，阿姨，哎，小心，23，小样，不行了吧？快点，23了，我50个了，50个了，是在下输了，谁说你50？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对，谁说普通人不如健身教练？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妮子这么小不容易能做得这么快，对，很棒。对，但这个确实是倩云的强项了，算我之前比过一回，心跳加速了。对，以后多教教我们怎么练这里。嗯，晚上来我房间。啊？好吓人！我们练功房，你俩不是一个房间的吗？不是，谁俩？那我最近准备学健身，哎，你来我房间，晚上带你玩。健身都流行晚上的，因为我一般都晚上运动呀。哦，好的。晚上是有什么美丽世界吗？对，现在就算了，现在就晚上了。生硬的转折。那我们来迎接我们的下一首歌曲《美丽世界》吧。耶。